小胡啊，昨天晚上你不会没回去吧？在这儿睡了一晚上，啊？哎呀，可别感冒了。我整理文件，整理资料，还想着先打个盹，没想到就睡着了。最近没什么新案子，交接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就回去休息吧。你爱人在警队，不用那么忙。 你自己要照顾好你自己，啊！知道了，谢谢师傅。小胡，你最早在大四的时候到我们所里来实习的吧？对，大四的时候学校安排。那在那之前，我们在哪儿是不是见过？师傅怎么突然想请问这个呀？ 昨天翻我们所年前的照片，我突然觉得，看你挺像我以前见过的一个小丫头。我们家是农村的，师傅又不是不知道，上大学之前我都没出来过，您上哪儿见的我呢？也是。 这是给他最后的一天，抓紧吧！万一他要改变了主意，告诉他老公，我们就危险了。